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不能再耽误了，若那些恶徒已入村，村人们也许会有危险。走吧，宗伯近日身体抱恙，现在应该在他屋内调养。果子怎么都腐烂了？原来是你要下山！别靠过来，我可不想惹来厄运缠身。卫星，你怎么？我的木架！要是有硕鼠经过。你先离开这里吧。哈哈，等他经过就有坏事发生就对了。好可怜啊，主角好可怜。幻沙的木架也倒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主角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明明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啊。哦，这是那个小毛球害的吗？分开，好。我早上才收拾过的院子。糟糕，许和哥一定会生气的。又来了。这也是蛮好笑的。嘿。站住！你来做什么？谁准你进村的？在星。霍大叔，我在山上发现可疑的入侵者，担心同伙潜入村中造成危害，所以……够了！违背禁令还敢找借口？大伙儿为筹备挪祭忙得不可开交，居然还来添乱。就是，要真有人潜入，你以为我们这些守村不会发现？你来做什么？石头，不准你这么叫我，快滚回山上去。大叔，你让开，不要动手动脚。都什么时辰了，不练功还有余力吵闹啊？得多给你们一些功课才是。小飞星，你怎么这么迟才来啊？晚点罚你陪老头子练练手。是。宗伯，为何非要把他叫回村？难道真有人闯进村子？老头子确实如此。你挑几个身手好的帮着寻寻。这但还未禀告南先生和村长。有老头子在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快去吧。宗伯，谢谢你。哎，谢什么，多给老头子几坛美酒就行了。哎，难得回村，你也别只顾着忙正事，记得回家看看啊。我不去，他的鬼话我才不相信。我们分头行动。嗯，好。大叔，哎，你做什么？放开我。宗伯，你近日身体欠佳，先回屋休息吧。别担心，老头子还要等着看着你娶媳妇呢。
好，久别重归，探索村内，任务开始。隔壁山头的落叶村，早夜火多劫掠，几乎死绝呀、啊！我记得那附近前两年才发生过警灾。那里的人究竟犯了什么事？神灵要这么惩罚他们？好可怜哦，主角是很可怜。飞灵宫，那杀人凶手躲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出山了吗？是神将大义，当年四面楚门讨伐凶手后，飞灵宫死了。平日阿护都珍藏在贵中，想必是为了躲忌而特别将他请出。究竟犯了什么事？神灵要这么惩罚他？嘿嘿嘿，这个怎么过不去啊？哦，对对对，这岩画记录着食人凶手傲狠为祸九州，祖公率风明军征讨的那段历史。傲狠遁入崂山后，至今已数十年未现踪迹。希望我能完成诛杀傲狠的使命，带阿父阿娘回归帝都。回归帝都。嘿。走开！我火叔因为你的关系被风遮到这西单还没好全。跟安太快。傲狼看很燥，看我用飞灵弓射穿你眼睛。有些不能讲话、欸、暗巷内好像有动静。哦，这个哦，宝箱。哎，没人了。我是想去先去存档，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啊，偷偷看看大树的房间有没有藏一些男生才懂的东西。这不是大树生辰时我送他的醉春霜吗？竟然还未开封，大树还真能忍。应该没东西的、啊。男人的房间是要放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还有一个屏创伞 ，OK。门，门有两个啊，这个嘞，这什么？小鸡？大叔又在屋里偷偷养小鸡了。大叔还真是喜欢这种毛茸茸的小东西。哪里？我没看到啊。哦，看到小鸡鸡了，呵呵，大树的秘密，小鸡，
蓝先生只要说你进村就不会好事发生，果然是真的。你一进村，我逃出手环就不见了。晚上也别急，我会帮你找找的。好好道歉吧，不如送些梅果给他。晚上我只从山上带了些梅果想要给你，放着就好。别靠近我。所以我们要帮他找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我们去找他。哦，找他的手环。我一会儿土儿子采的果子怎么都腐烂了？原来是你要下山！别靠过来，我可不想惹来恶运缠身。我想存档了，我没有存档，我也很焦虑耶。哦，不行，可恶！原来是你要下山，别靠过来。好，我们跟这个。我就知道，一见到你准没好事。余伯，这是你上回叠货的裤子，我已经缝补好。把我的裤子还我！谁叫你把我裤子拿去补的？你把裤子留一下。这个怎么有个秘密通道？贝币应该就是这边的钱啊的单位。天使之音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啊，融合用的。进不去。那些瘟邪异鬼全赶出去，说不定海外先秦就可以恢复其音，村子也能恢复安宁。他说是鄙人吗？鄙人族应该是愚人吧。哎，焦伤痕是什么？小彗星，等你办完正事儿可要记得把美酒烧来给老头子。宗伯说，这是神巫洛桑所留下的神迹，记录着他曾在崂山中见过许多神灵，以及神灵的形貌与现身地。我在山上这么多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这些照水神石、皮族之灵、土地之神，真希望有朝一日能与神灵亲近的相处。嗯。捡不起来。有时候那个一宝箱开启那个要靠很近才可以拿，只是可以触发，所以这有点不太方便。哎，你这么乖巧，做个点心又好吃，都快比翠女姑娘能干了。难怪小许小霍他们会这么嫉妒你。老猴子无外，只是就是常常觉得有些累。你难得回村，记得回家看看。小贝和爹娘看到你一定很开心的。上回的故事还没说完，天地少号传位给……哇，这边的字好难念哦。
病伯，他中伯瑞玉，瑞玉吗？上位后水神共工，他一路身侧大将皆拜逃陨落，一路之上转折不周山，使天穹失去了撑持。哦，你看天神共工跟那个琼之飞一开始剧情也蛮像的。好，然后撞到不周山啊，就跟那个琼之飞那边类似。好，走了。东海滨可以去吗？可以耶。哦，东海滨。今天已经肥美级了，你带些给红剑将军食用吧。海外先秦是被天神所弃，新生依旧失人已去，其实我已经想家。身为风明君前锋，如此懦弱，实在很不应该吧？江老伯，你并不懦弱，你一生为风明君而奉献，真的很了不起。好，红剑将军带属下真好。傲恨不灭，咱们誓不回帝都。可如今，到底过去的几个年头了？红剑将军。唱的是哀歌，敌人完了，完了啊！是不是预示咱们无法完成使命？我阿娘还在帝都等着我呢。哦，这边这边也很漂亮。甲子同丹，有没有？大家看看这片海，真的很漂亮。好，走吧。龙山，每次只要你回村，麻烦就跟着来。灾星，真是个灾星！你还是离我远点吧。求你行行好，别靠近我好吗？到哪边都被排挤耶。烟水凶潮，难怪海面之潮不退，还要继续淹，四边的情况都沉到海面下了。我们可以准备更多的祭品，请神灵垂顾，不要再降灾。好，没东西的。你怎么在村子里？这灾星上好，双牙都短，别靠近他。丁神，上回的确是我不对。又拿到灵武的位置，晚上对我刮目相看。这些也算是支线的吧。如果丁神有需要的话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算了算了，东西留下，快走。很凶哎，还没有回报，还东西还给你们。你们这样对吗？把我吃的死死的。真是够了，每一次你一经过，大的东西乱坏的乱七八糟。
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毕竟没碰到任何物品，他们却……哦，有三电工的人匕首上有专属图示。好、哦，阿七，这歌声……别担心，老南先生在呢。阿七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第一人组先生在海外先行附近唱着哀歌，还不知是何预兆，所幸明的就是贪记。林先生有交代过，别一直和他说话。抱歉，飞行，我明白，阿七哥，我这就离开了。这样买吗？先买这个。这个先不用好了。还不错啦，这个交易的方式用这个套近乎的方式交易还不错，没有像以前死板板的 NPC 这样子，算有点麻烦啊。OK， 好，哇，这边一个村子我就觉得好大哦。你竟然做什么？谁准你进来的？怎样？我想进来都进来。这是七岁那年，我们一起偷跑上山捡的石头。你明明就还是惦念着我们的情谊，为何每次见我，却都要恶言相向？虽然这是标准的傲娇。门，我不想见到你，快给我滚回山上！哎，主角好可怜哦。凤鸣村北村，刚刚回来找我的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？喂，谁在讲话？别担心，阿娘躺了好久，想透透气。可是风这么大，阿娘会着凉的。嘿，好，我们跟那个阿娘讲个话，上去吗？半年没见了，好像要长高了，可以娶媳妇了。神灵眷顾吧。小三星见过了。我村子好大，我天哪！东西好多，我快疯了。严四叔，飞星，你回村了？是宗伯叫你回来的。怎么样，今天还顺利吧？我又闯祸了。不知为何，那些陶罐总是……阿福和南先生知道之后，一定又会生气。
南老他们呀，就是喜欢大惊小怪。什么因为不受神灵眷顾，所以誓约之礼招来祸鸟，导致四庭倒塌了。还有村子里的大小意外，都是因为靠近你才发生之类的。我才不相信呢。你看我现在和你这么近，说那么多话都没事，肯定是他们想多了。年四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可是你的手好像肿起来了。肯定是你看错了。哦，啊，对了，年四叔，这是你先前委托我制作的木器和一些给村人的东西。要是你阿父知道你除了懂得做饭酿酒缝纫捕猎之外连木工也会了，一定大吃一惊。我还要更加努力，直到有一天阿父和阿娘再次以我为傲。好好照顾自己，年四叔相信那天很快就会来到的。年四叔，你手没事吧？可疑的墓主，墓处。喂，跑得还真快，一眨眼就不见踪影了。